这边，好，这边找位置停就可以了。啊，左边这边。左边这边停吗？对对，这边停。嗯，靠过来了。再近一点。该要过掉掉啊！听我，听下我嘞，听下我嘞，快靠我去，靠我去。我们过吊桥去逛一下子。悠悠的笑的男女最后走在一起，你是否辜负过一片真心，糟蹋了爱情？如果爱一个人，请你要呼吸，哪怕最后你们还是会分离，竭尽所有的爱情值得回忆，失去不可惜。所有爱情都会有保质期，你们可以动没关系，我是在录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在爱情开始的时候，你要想起你要什么样的爱情，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我看见你眼神在逃避，想要逃，你说我不适合，还会有更好的，只把对不起留给了我。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也许你已经厌倦我的吵，我的闹，别说我不适合，只是你不爱了。我想我已经把所有的好都给过你了。三清宫，三清道祖吧，应该算一贯道。道教，我刚才道教，道教的三清。如果爱一个人，请你要用心，哪怕最后你们还是会分离，竭尽所有的爱情值得回忆，失去不可惜。所有爱情都会有保质期，所有爱人也可能会分离。在爱情开始的时候，你要想起你要什么样的爱情，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我看见你眼神在逃避，想要逃，你说我不适合，还会有更好的，只把对去留给了我。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也许你已厌倦我的吵，我的闹，别说我不适合，只是你不爱了。我想我已经把所有的好都给过你了。他没有东西吃，他就走了。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我看见你眼神在逃避，想要逃，你说我不适合，还会有更好的，只把对不起留给了我。这是我的爱要给你，要不要？也许你厌倦我的吵，我的闹，你说我不适合，我想我已经把所有的好都给过你了。前面这边没有画弧，上面是三清宫。我还有差不多十分钟。十分钟了，我们在那个第二天前休息再过去。这边是露营，在此刻暂停。手机铃声在此刻
前面可以有那个很多船的位置。请你们要叫几分钟才一边，时间可以不对。我大只的金鱼来了，这是大的鲫鱼过来了。識㗎，嘥曬。